西方发愿文，即守西方安乐国，接引众生大导师。我今发愿，愿往生，唯愿慈悲哀舍受。弟子某甲，普为四恩三友，法界众生，求于诸佛亦成无上菩提道故，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，七生净土。又以业重福轻，障身慧浅，染心意志，净德难成。今于佛前，翘情五体，披利一心，投诚忏悔。我及众生旷劫至今，弥本净心，纵贪嗔痴，染秽三业无量无边，所作罪垢无量无边，所结怨业愿悉消灭。从于今日，立身誓愿，远离恶法，誓不更造，勤修圣道，誓不退堕，誓成正觉，誓度众生。阿弥陀佛，以慈悲愿力，当正知我，当哀悯我，当加倍我，愿禅观之中梦寐之际，得见阿弥陀佛金色之身，得立阿弥陀佛宝岩之土，得蒙阿弥陀佛甘露灌顶，光明照身，手摸我头，衣覆我体，使我宿障自除，善根增长，即空烦恼，顿破无明，圆觉妙心，豁然开悟，寂光真净，常得现前。至于灵欲命中，欲知实质，身无一切病苦厄难，心无一切贪恋迷惑，诸根越狱，正念分明，舍报安详，如入禅定。阿弥陀佛，与观音、世智、诸圣贤众放光接引，垂手提携，楼阁床幡，异乡天月，西方圣境昭示目前，令诸众生见者闻者欢喜感叹，发菩提心。我于尔时乘金刚台，随从佛后，如弹指轻，升级乐国，七宝池内，圣莲华中，华开见佛，见诸菩萨，闻妙法音，或无生忍，于须臾间成事诸佛，亲蒙受记，得受记矣。三身四智，五眼六通，无量百千陀罗尼门，一切功德皆悉成就。然后不为安养，回入娑婆，分身无数，遍十方刹，以不可思议自在神力，种种方便度脱众生，咸令离染，还得净心，同生西方，入不退地。如是大愿，世界无尽，众生无尽，业及烦恼一切无尽，我愿无尽。愿经礼佛发愿，修持功德，回施有情，四恩总报，三有其资，法界众生同源种智。